啊、哦，也要停一些车。这个停车场能停多少个车？能停更多，然后这边又可以停三个。两个吧。两个。然后我再坐一些车。挺晚了，放得进去吗？我看你好像放不进去这样子，没办法。你看，放吗？放进去了。嗯。这拿出来，我这边又可以。放在毯子上，另外一个停车场是不是停满车了？啊，停满了，没位置了。停更多，这个是放更多吗？比那个多吗？是不是？这个停车场是不是放更多？这个更小。比哪个小？爸爸，那个你们要放了。为什么？你都放不下去，卡住那边。然后就是长的车，啊，就骑的那些，没有短的车了吗？嗯，你确定那边还有那么多车？两个停车场都还没停满，你的车还有那么多车没地方停？停好了。好了吗？这边不还有几个位置吗？不要停了。哦，那边的车少了你就留着啊。那你的这个 Hot Wheel Transporter 呢？你的 Transporter 里面都没车的啊。你的 Transporter 呢？不放啊。干嘛你给它下雨啊？啊，你给它下雨吗？我修修好。哪里修？哎呦，怎么掉了？这样会牢一点吗？这样会紧一点吗？好啦，哎呦，脏死了，别弄了。你的摩托车直接碾过去啊，直接碾压过去啊，那些车不是受伤了咯？你那些车不是受伤了咯？救护车在哪？救护车在哪？在哪里？在那个停车场。
救他们吧。哇，一个救护车把所有的都救走了。医院在哪里？医生在哪里？医生呢？医生在哪？这是什么？这是听诊器，是不是？你有听吗？你怎么没听？你要放耳朵里面听啊！你这样只是按一下有用吗？你又没放你耳朵听，你怎么知道他有没有生病？为什么要敲敲呢？为什么要把它敲一敲？那为什么？它轮子坏掉了吗？哦，被摩托车弄坏了，是不是？什么工具？你又帮他看病，又给他修理啊？看不到。因为他的这边坏了，掰坏了，我就要用工具。来，决定。谁放里面去？确定是弟弟。那么这个是放上面。那我不适合弄这个。你可以的，你试试看。你看，你都知道怎么弄。我不会。你会，你只是没弄好而已。放反了。不是转过来，对。不适合弄这个。对呀、啊，看那个洞洞就按进去就是了。泡泡弟弟，叶飞，看见了没有？泡泡。里面很多泡泡，杰斐。哇，泡泡弟弟！杰斐，杰斐。Wow.